这是你的口供，请确认无误在这里签字。我们必须依法办事，你已经构成了故意轻微伤害，对方要求赔偿。怎么赔法？人家高风亮节，只要求你赔1块钱，当着媒体的面鞠躬道歉。小月，我得走了。你爸爸，你爸爸很快就会回来的，乖乖的。导致我的身上全部都烫伤了。陆总，您对此事有什么想说的吗？
珠，你够了，你这是干什么呢？行了，乐一珠，你走吧。哎，你别走啊！你就这么跟我道歉？差不多行了啊。哎，你们看见了吧？他就这样没有素质，他就这样伤害别人，然后就这种态度。哎，好了好了，别拍了，别拍，别拍我了！哎呀，来了。今天的表现我想到了，但是还是让我太吃惊，知道吗？他们完全被征服了，他们还夸我怎么找到这么好的助手。我觉得蔡亮应该庆贺一下吧。不用了吧，明天还要早起，我先睡了。哎，但生活才刚开始了，我困了。秋妍，你不能这么残忍啊。亮，你听我的话，早点睡吧。好吧，我的女神，真的，哎呦，村长，你帮我找条被子吧，我那被子太丑了。你真不走了？嗯，不走了。我要在这儿完成两件事情，我已经完成一件事了。那第二件事？这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要陪小玉熬过这最难的日子，让她学会自己去坚强的生活，就像我以前经历的那样。想妈妈了，一会儿叔叔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妈，你是不让我吃饭了啊？你先把话说清楚，说清楚再吃。哎呀，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女儿？爸，你不能撤股，现在是玉珠姐跟我哥最困难的时候，这不是拆台吗？我不走才是拆台。什么意思啊？我不走，这事情就更严重了，恐怕我们连和陈江河做亲戚都没得可能了。为什么？这回你一定要听你爸的，你和陈大光也赶紧撤出来。我跟大光也得撤。爸，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哎呀，你就踏踏实实的生你的孩子吧，啊，让大光一心一意的对你，你们好好的过日子。我就是拆出来，我也会少拿少要，啊，尽量不让陈江河受损失，明白吗？嗯。
这是各厂的真实报价。干得不错。联合国开发署那边有什么消息吗？陈江河大概还就没用呢，他以为他捐点东西就能指定产品的认证，谁知道这一次人家把他查了个底儿掉，那些人确实因为造假坐过牢，被陈江河藏在一个五金厂里边。你岳父的撤股书呢？死活都没给我看。不过没关系，只要我老丈人一撤，他们国内的贸易就会塌掉一半，而且那些厂子的资源都在我手里，主要是五金厂，还有一些生活百货，那些厂长都答应我了，会跟我走。那这对陈江河来讲，岂不是就是釜底抽薪吗？是啊，是够他受的。陈大光，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这么做？我看你应该不光是为了钱这么简单吧。还是杨总的眼睛毒啊，因为我赚几十上百万的时候，他还是小袜厂的一个厂长，我翻云覆雨的时候，他还在小河沟里扑腾着呢。就是为了这个？对，钱在我这不是最重要的，我就是要证明我陈大光比他陈江河要强。你请继续。快点，人都要死了还不赶紧快快快快点。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爸，你今天心情这么好啊？你爸过去唱歌也蛮好听的哦，人生几何能够得到自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爸，你这么高兴？哎，他要待多少天就让他待多少天，他要多少物资我们就给他配多少物资，好吧？爸，你怎么了？因为你哥终于变成了像你爸一样的疯子，他高兴。对，确切的说，应该是他身上流淌着我们的血。你先别唱了，你过来行。你说这协议有问题啊？他把所有好的资产都留下了，带走的全是小买卖。这跟他的占股比例根本不匹配啊。陈露，你还在这上网，你不睡觉？你看我也没有用，你赶紧上楼睡觉吧。哦。你放下。发生什么了？怎么一下心情就不好了？赶紧呀！你还愣着，想挨揍啊？于是才看出来啊。关键是他怎么想的呢？大光，大光，你别闹了！你，哎呀，大光，你别吓我孩子了。你爸是疯了还是傻了？还是跟陈江河一起耍我们呢？胡说些什么呀你！我现在就去问问他，这到底是撤股协议还是赠送协议？陈大光，我求求你了，你看在孩子的份上，你靠到了好不好？从今天开始，咱们家的钱还有我爸的买卖，要
都给你管，全部都给你管，可以了吧？别闹了。就让我管这些是吗？就这些是吗？这些是吗？在你爸心里，陈江河才是亲儿子，你这女儿什么都不是。我更不是了，我在你爸心里到现在都没被瞧得起过我。那个小妹妹，就像是老天爷给我的一个礼物，他让我明白了特别关键的一点。所以说呀，有些事情就是这样，藏也藏不住，老穿帮还不如敞敞亮亮、踏踏实实的活着。所以杨小姐真的错了。今天的味道有点硬。这个撤股协议我们两口子昨天都看了，协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就是在于这个豪子为什么要撤呢？姐，叔，这些年公司的分红都不差，而且公司也算是在高速发展。除非你有别的大买卖要做，我跟江河我们两个人不拦着你，不然的话，您可算是吃大亏了。姐，快点，不然我要求你们。不是，你先不要逼着我们说一定要签或者不签的问题，我们先把这个道理讲讲清楚。你这个协议就算是好，说我们两口子都同意你撤股了，问题是你协议里面处处充满着不平等。你首先要保证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但是你现在就是亏着呢，你什么意思呢？我挺好，我知足，我当初也是靠几个摊位入的股，想还是有点空手套白狼的意思嘛。这些年你们俩就不一样，一直在前面打拼，我是扯后腿。您这话说的就是，真的就是在打我们脸了。谁说过您在扯后腿啊？哎，少来啰嗦，你在背后没少埋怨我。那你可真是错怪我了。我一直都认为您是我们公司的定海神针。陈江河，你要不要说句话呢？哎呦，签了，您不签我就不走了，是不是？你们也别挪地方。我实话跟你们说，我这岁数也大了，我是没法跟你们打拼了。我是想踏踏实实的退休养老嘛，啊！哎，玉珠，你去送送我。哎，好。喂，你好。哎，我陈江河。飞扬先生，你到义乌，你到义乌了。没想到您这么快就来了，谢谢，吓我一跳。这个德国人已经把他这车间转遍了，我发现是已经晚了。麻烦帮我翻一下啊，就是我们上一次谈到的这个合资建厂的这个事情。How about the joint venture factory? I'm sorry, Chen. Only the minority of our board of directors agreed because of China's bright future, but the majority.Voted against it. So I came here myself to investigate, but I must say I'm quite disappointed. 明白明白。
For example, this is our premium product. We just can't produce it with your technology and under these conditions. 老夏，你怎么能不请客人喝茶？哦哦，赶紧招呼！哎，请菲尔先生喝茶。来来来 ，Have some tea, please. This way. 哥，老爷子，说句实在话，您那些撤股的理由都不成立。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两天让巧姑来做个交接，啊，好让她踏实在家养孩子。巧姑，我是早就让她回家来养着，她不听啊。让程大光也是今天回去，你就说是我说的。陈大光今天也回来，陈大光也要生孩子啊？不是，您这是要干嘛呀？我这需要他们帮忙，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呀。要做什么大买卖呀？您说来我听听。听听啊，陈江河太容易轻信人了，没有戒备心，这往后啊，你要替他绑着点。江河这孩子，站得高，看得远。啊，这是好事，是他的优点。但是他也知道，他不着地不行啊，还没学会跑呢，他学会飞。他不像你，你心细，你比他实际。所以你们两人都要互相帮衬的呀，啊，对你们俩都好，缺谁都不行。找那几个老家伙，我一直在替你保密着。所以我们俩今天的说话，我也不想让江河知道。哦，你走吧。怪了，来了一帮记者，都围在我们家门口。哎，我总觉得这是有人指使啊。不能这么躲，这么躲下去也不是办法。哎，那你教教我呗，我该怎么办？哎，自己责任自己承担，这才叫我朋友。就跟我每次犯了错，我妈就得罚我，我爸也得打我，你躲不掉的。啊，那你的意思是我非让他们打我一顿？哎，我可没这么说。嗯，这事还是你自己琢磨怎么解决。啊，我都快被我妈烦死了，只能怪我自己倒霉。她最近啊，有火就往我身上发。行，那我决定我自己扛。哎，不过我可告诉你啊。我这一辈子可是从来没扛过什么事儿，哎，你觉得我能扛吗？行，你肯定行，因为啊，你是我外公，你身上啊还流着我妈的血呢。这小子，嗯。Please. 嗯，好，他
挺喜欢的哈。You enjoy it, right? It's very delicious. 他说非常好喝。你也别走，菲恩先生。Miss Ting， 这是你刚才的 This for daughter, you made 样品。You made that before? 啊，我给您变魔术怎么样 ？You want to do the magic show for you? Magic? Yes. Okay. Okay.Which one did I give you? 他说哪一个是他刚才给你的？This one. This one. Did you make this just now? 他问你是刚做出来的吗？这位呢是 This is 我们集团的这个技术专家 Specialist 苟日新先生 Dr. Go.这是他刚才啊，在我们两个人喝茶的这个时间呢，专门为您赶制的。Rushing out for this product at the tea time, it's a special gift for you. Can I see the place where you made this? 我们可以看看生产这个产品地方吗？其实啊，这个东西就是从您刚才在我们这个工厂转过的那些车间里面生产出来的。Factory, they made that. 但是我是想这样。实话讲 you want to 我们 let you know? 完全可以山寨你们的产品 He can copy your thing 但是我们不愿意 But he don't want that 我们想做真正的精品 He won't make the 所以说 stuff. 如果您对这个质量还比较满意、so、觉得接近你们的标准的话 quality, do, 我希望菲恩先生能够重新考虑一下我们两方合资建厂的这个事情 consider out the、venture joint factory 那么现在我们就想请这个苟日新专家在他的带领之下一起为我们重新参观你刚才走过的场景哥哥我去一下厕所 Let's go, come on就算是只狗也成专家狗吧How many specialists like you on this factory? 像您这样的专家还有多少？很多。That bunch of guys like him. The Chinese are very smart. 人们很聪明。We wish to cooperate. 我们可以合作。走，走。师傅，三个馒头，一份菜。青青啊，改了，不限制，你们随便吃啊。还有助理，专门给你们加的小菜。随便吃，哥，你瞧，来来来，来，
听两天，你们几位得干活了，把各个工厂的这个技术工人给我培训起来，得为合资建厂做准备喽。教他们？舍不得，您现在是专家了，怎么就不能当师傅了？要不然我要你做什么？哥几个职业技能还行。范亮呀，耶，真当师傅了。我让你们把杨氏给我盯紧了，你们怎么盯的？他们要搞周年庆典，我们的呢？方案在哪里啊？可是骆总，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呀？你问我，你的脑子是干什么使的？我们跟杨氏全面开战了，听得懂吗？我不管你的主题是什么，我的活动要搞得比他热闹。不惜一切成本找到他的供货商，跟他的分销商谈降价，我所有售出的产品价格要比他低。听懂了？听懂了，杵这儿干嘛？干活去吧。I'm afraid.This is the fastest agreement we have ever signed. 飞燕先生说，这恐怕是他签过的最快协议了。啊，那你要跟飞燕先生讲一下，我们现在签的只不过是一个合作协议的草案。等将来您回国之后，我们再就具体的这个合作的细节做一个商议。Jen, I've one last question for you. Everyone knows about your current crisis. You're having a price war with a young group in Europe right now. What I need to know is, after at least how many months we can see benefits from the joint venture factory. There's an old saying in China, distant waters cannot quench current thirsts. So why do you still insist on building this factory? 我们过去呢一直在打这个价格战啊。可以这么讲，不管我们产品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哪怕就是特别好，但是在欧洲市场，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价格低廉都是我们唯一的一个竞争力，所以我们的货就被像卖白菜一样卖来卖去，这一点是让我心里面蛮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一天我就在想，我说能不能通过和菲恩先生这个合作，我向您学习，我们在一起做品牌，我们在一起做出属于我们的真正的精品。In order to make premium products, you have to go through a very long and difficult progress. 值得。谢谢你。几种颜色都有了。我闺女的手艺也真不错。可不是嘛，你还记得吗？你以前的那些什么破袜子啊，什么扣子，都是我给你补的。我说你老闷在房里不出来，是干这个事儿。好好好好好。哎呀，我就是你这么一个闺女。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啊，你就和大光好好的过日子。啊，我的买卖！别把孩子给吵了，我的买卖全归你们俩了。哎，知道啦。哎，我跟你将近转告大光的话，你都跟他说了啊，说了。我说你跟他说那些冒险的投机的事儿就别干了。要踏踏实实的好好过日子，我都跟他说了。这个我都说，他怎么说？他说挺好的，都听你的。你撒谎！是是。他没跟你闹啊？没有，闹什么呀？
喂，哎，好，你等一下，爸，你电话。嗯？啊？哦哦哦哦，我知道了。谁啊？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啊，替爸守着家，啊。你去哪儿啊？我陪你吧。来，守在家里。哎，各位各位，来，我赶快介绍一下啊，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杨总。哎，杨总，杨总，杨总，这是五金厂的赵厂长，首饰厂的吴厂长。杨总，都是大光的朋友是吧？对对对，都是朋友。那咱们就别见外了，坐吧。对对对，都是朋友，坐坐。我说一下啊，杨总呢是个非常大气的人。各位，咱们今天关起门来慢慢聊，有什么需求条件都可以摆在桌面上，咱们好好谈，好吧？是是是是是是。我知道大家的顾虑，陈江河那边的补贴我也会给。杨氏集团这么多年，这点底气还是有的，不像玉珠集团。我相信他们的困境可能大家还不是很清楚吧。陈江河跟骆玉珠啊现在是死撑着面子，他们在欧洲的销量已经连续出现下滑了，市场呢基本上已经被杨总给抢占了，而且他们的资金链都快断了。现在公司呢辞职的人特别多，我跟我老婆都已经退下来了，啊，还有我老丈人也快退出来了。听说他们又跟德国人合资建厂了，是吗？就他们的水平，您相信吗？而且真正出效益，恐怕也得明年吧。他陈江河能不能撑到明年，还另说呢，对吧？你们俩看一下，怎么样？杨总给的报价，各位还满意吗？还行，满意。先生您好，外面有人找。那个各位，你们先聊啊，碰个熟人。好好好，是吗？先聊。好好好。爸，爸，你怎么跟这儿来了？别以为那几个厂长跟你是一条心，别忘了他们都是我陈金水的老客户。你半夜三更的跑到这儿来干什么？爸，我找他们聊聊天。聊聊。这个时候来跟我撒谎，不是爸，你干什么呀？你打我吧，打死我，打死我，小姑就自己带孩子了，你忍心呐？你算个什么？你和程江河兄弟，你就这么出卖他？兄弟？他把我当兄弟了吗？是兄弟，他就应该给我个副总干干，不是什么狗屁的办公室主任。我伺候他们家老的老，小的了，他给过我什么呀？啊，那骆玉珠，他一点实权都不给我。还有那王旭，他怎么治我的没看见吗？爸，你个混账东西，你忘了你刚出来的时候，全村没有一个人理你的时候了。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跟我急？当年你就不让巧姑跟我，你眼里只有你那干儿子陈江河，对吧？当年我为什么那么拼啊？我为什么显摆？我就是要证明给他们看，你陈金水看错了，我陈大光配得上巧姑。哼，没有，你从来就没有配得上他。
你要比陈江河差远了。说实话啦，这才是你真正的想法吧？你哪是撤股啊，你是在送钱给你干儿子。我一直防着你，你这个白眼狼。在每一个四季，海浪都向往着陆地，我向往着你。田野中央，收获坦荡，羽毛向往那翅膀。我向往大坚强，穿过所有忧伤。你站在前方。愿望在沉默与呼喊之间，今天最响亮，田野中央，收获坦荡，羽毛向往那翅膀。我所有